那今天的个案的案号是18977、19025、19028、19152、19155、19156、19157。那第一个地点是麦斯汉堡，那麦斯汉堡是在大溪区康庄路43号，那是1月22、29、31以及2月2号。那全家大溪埔顶门市，那大溪区埔顶路2段158号，有3天的足迹，1月22、1月23、1月25。那1月26号有可口可乐世界，桃园区龟山工业区新邦路46号。那它的时间是1月26号到1月29号，1月27号到1月31号，龙潭公有零售市场，龙潭区龙华路35至3号。那它是这个外摊，在这个骑楼的门口。另外是全国电子桃园大溪二门市，大溪区康庄路263号1至2楼。那1月27、1月28、1月31三天。全家大溪圆明门市啊，1月27、1月29、1月30三天啊，大溪区园林路2段275号，大溪区多目标体育馆公厕啊，1月27、1月28、1月31三天，那是在大溪区灯笼路22号。那1月28号有3个足迹点，一个是下3点半到4点中立果菜市场，那晚上的7点中立火车站哦134次啊四强号。那晚上的8点，5098号桃园客运从中立火车站后站搭车。那1月29号跟1月30号，享运环保资源回收站平镇区快速路1段772号。那还有一个是傍晚的5点52分到6点09分，中油一德加油站大溪区康庄路473号。1月30号跟2月1号，大溪区月梅社区发展协会大溪区月湖路56号。1月31号的早上8点21分，全家大溪松树门市大溪区松树路21至1号。2月1号的早上9点，大溪普济堂。那如果市民朋友在这几个时间点有到这个足迹点的话，那请自我健康监测，那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社区采检站进行采检，那确保自己的健康以及家人健康安全。